新闻。大型猫科动物向来都不属于友好的动物，但在日本的一所动物园里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老虎和狮子却成了好朋友。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两种是不同的动物，他们会像亲兄弟那样互相拥抱玩耍，甚至与兔子相依，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去看看他们可爱的照片。好，再来一个。